不好意思啊，哦、你听得吗？明哥，明哥，等你等你很久了。等我很久了，不好意思，刚刚前面耽误了一下。来看一下好东西啊！哦，你这个可以哎，这个就是你们想要的那种葡萄肉哦，好看这个。你去哪里了？等你等你很久啊。我去广东去了一个月。哦，这样。这个的话是高冰葡萄肉的，情侣底的，上面这个这个是翡翠吗？翡翠啊。我这个漂亮嘞，一颗上面有三颗蛋面，你看上面也有颗绿色的小顶珠，这个好看，这个卖多少钱？一个三万五，姐姐三个。你我老朋友了，你还给我标那么高？好东西嘞，哇，好东西嘞，姐姐。下次一起去缅甸办的了。好，我给你便宜给你啊。啊。便宜给你。这个卖多少钱嘛？就是三万块嘛。三万块钱。哎，三个。这个货好，但是这个价格太高了，卖价呢？卖价三万块嘛。这个是不能直接戴的，是需要换成银托或者是十八 K 金，耳钉加戒指，品质非常的好，很干净，一块料子下来的。这个三千五，你看一下。哦，八局的。你杀我呀？谈一下啦！新花道的，我第一次来看你的。那你又不卖给我？你一个月的来今天来的？坐谈一下，现在这里面生意好不好？对，不好。对呀、啊，你看一下，我来过来。我不好，这三万块呀，好多都喜欢呀。我一过来，我都给你们现金买断了，对不对？现金、啊。都是现金买断。现金、啊。全都是，你看一下嘛，这东西里面全都是钱。哦，给你全都往黄姐给你。换钱可以吗？便宜给你两万块吧。两万不要，我跟你说三千五的话，我买了三千五，你都买不了。我现金买，别人的直播你都买不了，那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那一个单面的绿绿的两个，你看三个，这里两个，五个，一共七个呀。小嘛，弟弟摸摸的小。弟弟摸品质好嘞。可以的啦，阿弟。一万八嘛，一万八。不要那个价，就三千五，你考虑一下，现金买断，直接跟你说。你看你包包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好东西，拿过来。你好好给我好东西，多多给你看。对呀、啊，你先把这个卖了，给你开张了，你再把好东西。你这样看着我都不，那我就不给你卖了。真是的，生气。开一个，行吗？先开一个张，开一个张，人家多多的再给你卖点其他的好不好？先卖卖，对吧？这个好，又大又饱满，品质又在线，三千五，姐妹们，这个不高啊。谢谢老板，谢谢你。好、哦，谢谢。我选一个你的第一次的，你一个月没有来啊？我上个月回家去了，回那个广东去了，知道吗？回广东去没有来。你要很久很久没有来的，我今天选一个你的。三千五就数一下。有很多粉丝宝宝的话问我为什么不用微信转账给他们，其实的话他们在国内的话是不可以用微信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微信号，然后收不了钱，有都收不了钱，他们都是喜欢现金。这么大一个市场里面啊，每天的话我们都有在这边给你们淘界面，还有的话就是说你们想要找什么挂件的话都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告诉给认识，认识的可以给你们安排哦。